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修。这一次呢，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这个经典啊，真正的80前或者80后左右的这些。哇，我的话都还没说完呢，太局直接秒杀了哈。这些才是，哦，应该是那个70后或者80前的那些人的一些记忆了哈。但是这个版本呢，是有一些修改版本啊。说了半天，每次还没说完，没介绍完，然后就秒了，打两次都是5秒秒杀，这一次是几秒啊？有点变态啊！啊，他这个往空中钻的时候哈，那个本田还会滞留一下哈，卡住了一下，可以的。澡堂的洗澡的这个师傅哈，啊，还是这么钻过去啊？这个钻的话呢，他还是有这个波的哈。速度极其快，伤害极其高啊！这么一个做过去之后哈，用这个无影手，还可以继续有波，空中也可以无影手的，好快啊！一下子已经是 PK 掉了两个人了，那，啊，继续来了无影手啊，咔咔咔咔，那么咔的时候啊，一堆波发过来了，这个手像不像扫把手？我去！布兰卡一下子就被秒了，看看这一波有没有还手之力啊！好，继续顶，中波了，已经是晕了哈。继续无影手扫过去，再顶，空中滞空。啊，这个人完全都不用近身的哈，这么多波护驾。我们以前玩过一个其他版本的，就是要有升龙技的哈，升龙技才会有这个波出来。像这个版本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版本啊。来看看打车吧啊，打车其实如果用那个无影手一直扫扫扫啊，应该很快就打完了。但是他这个老是用这个顶了顶，啊，还在那里玩，不然的话应该速度会很快的啊。来了，用了大概手出来之后啊，用了5-6秒。好的啊，我们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吧。喜欢的点点关注啊，关注修修不会走丢。